大家好，这里是睡前不想上班。今天呢，就是继续帮我们 Scarlett 想办法，能破几关就破几关。我已经不敢说能够破几关了，上次夸下海口，结果实在是死得一塌糊涂啊！等一下，我点一下哦，为什么卡住了？为什么进不去？还真卡住了，唉，夸下海口的我却没过。对，我们先想办法想一下哦。这是顶端是黄色的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再来，顶端是蓝色。周围是黄色、蓝色、蓝色，这个吧。有人说其实这个很好破，可是我真的是破得很慢。还是其实是我真的在这方面没有天分呢？不知道。谁知道呢？我也不知道呢。这长怎么样啊？哦，长这个样子。那边要是蓝的，不是欸，那边要有两个蓝色。然后这样吗？不对，上。蓝下，都这样吗？诶，对了，OK，然后像梯子一样的形状，然后在尖端的部分是亮晶晶，都用一些奇怪词在背东西，但是在尖端是亮晶晶。尖端是亮晶晶的，好像也没多少。哦，所以是长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我还走错边。尖端是亮晶晶，like this。OK，再来，三个蓝色的地方。该长怎么样？长相，好像都有可能哦。然后尖端，OK，then 再来是一个黄色的小东西，长这个样子，黄色在顶端，哈，黄色在顶端的东西，这种也有可能哦，所以黄色也有可能不是在不止，刚刚这边是不是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好里加在，好里加在，再一丢丢就完蛋了。这个是长这个样子，对，只能在这里，所以前后是亮晶晶。我把那个白色的都喊白白色叫亮晶晶，应该可以理解我到底在说啥吧？它就是亮晶晶啊！应该是这个，bingo。Then 这里吼。有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抓到诀窍的感觉，一点点，我真的是说一点点。诀窍一点点。再来是圆形、圆形、圆形跟圆形。
要是上面是空，然后有一个完整的圆，上面是空，有一个完整的圆，所以是完整的圆形在。真惨！哎，没有一个完整的圆形，说到底，好吧，那先用其他的看看，比如说这个，应该是长这样吧？对了，再来这个是这个样子，哎，对呀，那哪里有完整的圆呢？看起来都不是欸。好，没关系，不是也没有关系。这居然是两片，我在想说一片是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魔力，结果搞到最后原来是两片。OK。你在最后了，这个吧，错边，对了，哇塞嘞，又要开始那个了，亮晶晶的东西。首先呢，先放这个明显的。再来呢，有一个圆形的画，就是你了。再来呢，是因为它现在都是一格一格一格，要把它给塞得完美，所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刚好这样子的东西，应该是。我想一下呢，一二三，一二。这里咯，答对。你这大小实在是看得不是很出来，所以有一点小小的混乱。这样吗？诶，转过来。这一块不对咯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哎呀，赶紧充个电！怎么办？还差一点点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。找到，找到了。翻错边了，好友！哇塞！哇塞嘞！哇！首先呢，有两个灯的，就是你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灯，上面不能有东西的情况的话，那就只能是这个样。不行。那看来只能放这个喽，我也要亮嘛。再来就换放这个，这个之后呢，这里要中间有一个灯的，所以照理来说是放这个。再来，它这边有一个蓝色，然后一个灯，才是这一个。OK，会亮。再来，黄色也是一个灯，在正中间，所以是这一块。再来，绿色要两个灯下来。OK，再来就是这个黄色、绿色、黄色、绿色，
怎么翻了这么多圈？真的翻太多圈了，翻到我自己都混乱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先把它塞上去。再来，这一个颜色是，这样呢？再转一圈，OK，哦，这个塞这里，然后这个，因为要向下的话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人为了上面可以要用这一颗，为了这边可以要改用这一颗，诶。看起来挺顺利的啊。OK，快搞定，快搞定了！真的，一关差不多要10分钟，我的天呐，好花时间啊！新玩法，Tell me what should I do？哇塞嘞！应该是希望类似这个样子吧，所以应该要反转过来。Thanks for。找到了。应该是 thanks for 啊，可是为什么？不太对劲诶。那意思应该都是不是 stand for playing 之类的，但是也不是这一次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先把这里处理一下。应该是惊叹号。奇怪了，那一块发生什么事了？那等下再来研究。PLAYING。没道理耶，其实。我了解了，上面靠上面对不对？我以为他是用上那一侧的，结果不是，是吗？可不可以 N 就是反边的？thanks for playing，OK，结束了吗？应该还没了。顺便跟我说你有新的玩法，这样吗？真不错，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，厉害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了。
这是要怎么处理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但我来说，它只能靠这边才可以亮呢。哦，不止，它可以靠两侧去亮。可是它只有一个绿色，哎，要怎么办呢？它也不能转啊。不能转的情况下，十有八九是这样。哎，我想对了。然后这一块应该是在这一边，所以要想办法把它移过去。Okay, I got it. 还有更多的玩法，我以为他已经没有更多玩法，结果，诶，真的很厉害，不得不说，我又要再夸奖他了，真的真的真的很厉害，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小玩法，都要对称的感觉，对称的感觉，OK。再来是，诶，这里吗？Bingo！再来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。不对，哎哎哎，转到转到了，再来是一个也是小小的，哎呀哎呀哎呀。我还可以往这边转，这样呢？对了，机智我，哎，他真的遇到新的玩法的时候，我真的玩得会快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就只有说一点点。真的是一点点，看这个像花花一样的东西，花花配花花，那有没有花？哎呦，哈，花花配花花，两个。诶，都，这样吗？对了，再来的话是，一个正，还有哪里像有花花一样的东西呢？所以在这里，好，我找到了。反过来呢？对了，再来是
圆形到尽头。感觉这个很多组合都有可能出现耶。圆形到箭头，要长一点的箭头。圆形到箭头。把这个处理起来好了，这个很明确了，所以还算简单。哇塞嘞，这个箭头到箭头，这要怎么处理啊？哦，好长。这样吗？快对了，快对了。OK，再来就是呢，有一个圆圆，圆加圆，贴上去。OK，那这两块已经搞定啦，完美的搞定了。完美的搞定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奋斗这一侧的。不够长，哎，算了，我先去贴这个好了。这个比较明确的，可以先处理起来。哎，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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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吗？要过了吧？要过了啦。不过我会哭的，连接过来。哦，搞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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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你又在贴这个东西呢，跟贴瓷砖一样。诶，我们首先贴哪一个瓷砖好？贴瓷砖。是不太确定耶，可是他的瓷砖是希望我这样贴吗？应该会各自受影响啊，所以左边加右边只能像是这样子贴啊。然后假设下面要处理的话，也只能像是这样子去处理，不然他会没办法贴瓷砖呢。贴瓷砖来形容他还是蛮好笑的。有点太快了，这个，这是给我休息时间吗？嗯，果然刚刚那就休息时间了。哗哗哗哗哗。诶？不用想吗？还是说这有什么 bug？有这么好的吗？感受到了，一定有问题了。这样可以哦。那之前不能这样处理啊。奇怪了。怎么会突然变得可以呢？可以就算了，还是可以在这么奇怪的地方上。真假啦？原来他是跟我说以后中间空格是可能性，有这个可能性是吗？原来又是个新手教学啊！真的对称的好漂亮啊！
就像是圆圆的东西，like this。然后这边也是圆圆的东西，这里也是，哎，这里也是，OK，OK，this。哎，我刚刚手一滑，哦，要配合它是这一侧，所以应该要这个样子。再来这边要上上的感觉，这样吗？不对，这样吗？也不太对，这样咯，哦，看起来是对的了。原来上面也是两个圈圈，它对称的真的对称的好美哦，不得不说，身心灵都觉得舒畅了。再来是。诶，这样，要一路连接的感觉，像这个样子。OK，要一路连接嘛，所以要 like this。哎、欸，好，OK，搞定，就这样。我以为有更多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已经被虐到习惯了？谁知道呢？这里只有两块，所以要么是这一个，要么是那一个。能不能这里有蓝色？还真是。不是先预设啦，我现在的猜想是对着的情况下会是这副模样。但是这就是预设值嘛，就是先试试看。目前看起来那边都是对的，因为它都亮了嘛。这边要想办法找到蓝色来配它，这里就要找到粉色来配它，那这里又要再找一个粉色来配它，应该就过了吧？哎，不错耶！我说我自己真棒，结果今天真的感觉可以玩完了，就剩最后三关了，加油！也谢谢大家看到了这个时候喽。或者是没多少人看到这个时候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看，也是有可能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毕竟自己找的游戏，然后我其实又挺感兴趣的，我一定会把它玩完。有时候游戏我不一定玩完，只是单纯的我没有兴趣了，我只是发现说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玩什么，哎，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状况，这普遍存在于玩太多游戏的时候，这也是蛮尴尬的。然后这个是这一个主体没有办法动，我刚刚还以为它又可以让我左边右边晃来晃去，结果也没有。如果不用转的情况下，其实破的挺快的。你看，就像这样子。那最后让我休息一下吗？让我回归初心一下吗？这个中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动，不能动的东西就是最好的，不然我会疯掉。我真的要疯掉了，我尽量来停一下啊。这个的可能性就是这两块嘛，可是他那边空格空的不对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到处都有可能性的。
不然先放这个，不行，这两个都有可能。这个或这个缺口都一样吧，然后缺口一样就可以。哦，可是这个感觉是对的啊，因为有开的地方有开，不开的地方不开。我到底在说什么？有开地方有开。底下要开洞，所以是这样。再来，旁边要开洞，旁边要开洞，所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，所以这个放这儿，这个放这儿，那这个就会是放这里。最后，剩下的塞一塞，错了，应该塞这里。OK，好，该塞的都塞完之后呢，就把这些就是填填空。填一填应该就结束了吧，我想。是不是最后了？是不是他最后一关了？快要回归初心了。果然回归初心是他们自己家的 logo。看起来是类似 logo 一样的东西。可是这要怎么处理啊？哎，对呀，这要怎么处理啊？这里有三个蓝色耶。我第一次处理到这个东西，他就不能直接跟我说如何处理吗？我会被气死的。这样，the end，love，太好了，回归初心了。The end，OK，原来这又是 The end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有成就感，我居然玩了这么多。OK 啦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了，就到这了，不是先到，就是就到这啦。这里是要睡前不想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